今天要讲一个特殊的人物，特殊在哪儿呢？首先，她是一代才女，也被称之为最完美的女人。另外，是因为她是班长，我的老祖先叫做班婕妤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她居然和赵飞燕还有一场争斗，因为班姓，她是楚国的令仪子文的后人，而她的父亲叫做班况。 在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立下了功勋，而班婕妤呢，工于诗赋，文采出众，长得又漂亮，所以汉成帝刘骜即位以后，他被选入皇宫，成为后宫的一员。汉成帝看到班婕妤是才貌双全，非常的宠幸他。没多久，他就为皇帝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汉成帝开心啊，但是没想到呢。 才几个月，这孩子就夭折了。班婕妤也是伤心了很长的时间，但是汉成帝仍然是对他宠爱有加，还专门为他造了一辆加长的马车，希望每一次出门都能够和班婕妤同车形影不离。这是多大的恩宠啊！别人想求都求不来，可是班婕妤他却拒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。 我看到过不少的古书，说圣贤之君出游啊，都是名臣在侧；只有夏商周三代末世之君，他们出去的时候才有宠幸的妃子坐在身边，结果他们是国毁人亡。我如果坐在你的旁边，你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？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得做一个明君，可别做昏君啊！这一番言语让太后王政君知道，她说。 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樊姬呢，她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宠妾，很贤惠，她辅佐楚庄王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。王振军把班婕妤和樊姬相提并论，可见呢，这婆媳的关系呢，处的是非常的好。同时呢，也说明班婕妤她真的是很贤惠。但是呢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。 因为此时汉成帝的后宫来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美女，叫做赵飞燕。所以呢，你再有满腹才华，你也比不过别人媚眼一抛啊！啊，古今都是如此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比如啊，我直播的时候呢，从来不打 PK，因为有一次呢，我接了一个啊找我 PK 的啊，因为没玩过呀，我试试呗。人家直播间只有十几个人，我直播间呢有大几百个人。 啊！我就在那边开始拼命地讲历史故事，千言万语，结果人家呢媚眼一抛，啊，大哥给我加油啊！啊，分分钟就把我秒杀了。啊，在我这边连个灯牌都舍不得送的人，到那边是小星星满天飞啊！那从此以后，我就不打 PK 了。所以你看，从这一点来讲，班婕妤肯定是斗不过赵飞燕。那赵飞燕能够和杨玉环并称为燕寿还“燕瘦环肥”。 本身她就是一个美艳绝伦的女人，她和妹妹赵合德呢是双胞胎，因为是私生女嘛，所以抱养给了冯家。那冯家败落了以后，她就进了杨阿公主府，成了一名歌妓。因为赵飞燕呢舞姿轻盈，所以称她飞燕。汉成帝有一次到杨阿公主府，看到赵飞燕呐、啊，哎呦，天生尤物，色艺俱佳。 啊！这一下子就走不动道了。自此以后，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君王从此不早朝。没多久，银娥公主又跟啊皇帝刘骜说：“哎，赵飞燕还有个妹妹叫赵合德，比姐姐赵飞燕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、啊！陛下，你看要不要给你送来啊？”汉成帝一听，要惊喜一个接一个呀、啊！哎呀啊，必须得要后宫，想要皇帝专宠。 不是那么容易，得想辙。赵飞燕呢，她就从西域当中传过来的一种叫做鸡西丸的东西，这玩意儿、啊、能够让汉成帝呢是沉醉不醒，无法自拔。所以后来许多魔金校尉都想到赵飞燕的墓里去找这个东西，但是用这种东西的女人无法生育，所以赵家姐妹没有孩子。当时汉成帝呢对他们这种的宠爱啊，已经逾越了理智。 皇后呢，她有责任，所以经常去规劝皇帝。因为许皇后啊，她没有给汉成帝生孩子，所以她并不受皇帝的待见。而班婕妤呢，因为曾经受到宠爱，所以赵飞燕姐妹就打算扳倒这两个人，他们就开始诬陷班婕妤和许皇后，说他们呢在后宫啊行巫蛊，诅咒后妃怀孕。那美人说啥就是啥呀，因此。 许皇后被废，而班婕妤呢，毕竟受过宠幸啊。但是呢，一旦爱情没了，看哪儿的都不顺眼。所以汉成帝他要亲自审问，要给班婕妤定罪。啊，你为什么行巫蛊咒诅咒别人呢？啊，不知道这是死罪吗？当时的班婕妤他就回答：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修行行善都不一定有福报，又何必搞什么行邪巫蛊呢？ 啊！如果神鬼有知，他一定能够听到我所说的话。如果神鬼无知，我说了又有什么用？听天由命。这一下子把汉成帝呀、啊，啊，说的是无言以对，居然没好意思再追究下去。而这个时候，班婕妤他也看到了汉成帝的薄情，万念俱灰，要求我离开后宫，希望去侍奉太后，因为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诗词歌赋。 啊，历代的文人呐、啊，赞美班婕妤的诗歌也有很多。你像顾恺之所画的名画叫做《女史箴图》，上面的就是班婕妤。而且呢，他还有三个侄孙很有名，就是班固、班超和班昭。后来赵飞燕做了皇后，而汉成帝呢，对于赵家的姐妹是乐此不疲，硬生生是死在赵飞燕妹妹赵合德的肚皮之上。他这一死。 那太后总要问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赵合德吓得是直接自杀，而此时的班婕妤还想着跟汉成帝曾经的恩爱，请求为汉成帝守墓，以终了余生。直到公元二年，一代才女班婕妤病逝，年终五十岁。历代的文人都把她称为女人的典范，最完美的女人。关注班长，下期更精彩。